准备好。哎，现在的大魔王怎么会是你呢？不要我来，让我来。选他的原因是什么？你来，好，就你。好，刘一星，就他。你是水性杨过了，好来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不聊了，你不要来吗？等一下，不要。等一下，来大魔王嘛，对，好，大魔王，好来，帅哥来，好，大魔王，我的妈，我被派来抓这个的，哇塞，来，干嘛？什么？答对就没事了，好恐怖！前有卡哇伊大魔王把关的个人挑战赛，刘一星能再次通过考验，拿走双倍的奖金吗？准备题目都要答对哦，所以不用跟蜥蜴相同答案。你不用跟他打，他不会打。来，一到九号，来几？第九号。九号，你猜。九号他选到的距离是。250，漂亮，是蛮多的。请问，男性跟女性哪一种性别跟狗狗的亲密度较高？请作答。3, 2, 1。女性。聪明。哎呦。答案是，维也纳大学研究发现，探讨狗与主人间的互动。实验研究人员发现，比起女主人，狗儿普遍比较依赖他们的男主人，所以恭喜答错，250分，请前进。恭喜离蜥蜴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，离你心目中的杨子怡也越来越近。为什么要选白杨子怡？现在加码题第二题，请选距离。五号的距离是。180公分，这么长，进展真是飞快，很快哦，赶速度哦。题目是，请问鸵鸟蛋和鸡蛋的细胞哪个比较大？请倒数。3, 2, 1。鸡蛋。通常细胞很小，肉眼看不到，但是鸟蛋的卵黄就是一个细胞。等一下，鸵鸟蛋的卵黄。鸵鸟蛋的卵黄体积，鸡蛋呢？我说猜鸵鸟啦，我讲错了。鸵鸟蛋的卵黄体积当然比鸡蛋的大，所以答错180公斤。鸡蛋呢？我是要讲鸵鸟啦。哇！哈哈，还剩几公分？司马昭之心，你对杨子怡有非分之想？摇，很明显。自从今天有杨子怡，我有明显看得到你心神不宁，对，录影都不专心，不要乱讲话，没有，你是食欲大开，剩170公分喽，就剩170了，连续故意答错两题喽，我们看第三题会怎么样？请选题哦，一号距离是200，一次中，准备，简单的啦，他的题目是，请问。你会音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没有什么乐器的专长？没有啊，那就好。那我欢迎。请问音符哆瑞咪发是哪国的语言？哎呦，奥地利，奥地利。哆瑞咪发。一意大利，二奥地利。哆瑞咪发嗦是哪国的语言？请倒数。3, 2, 1。答案是奥地利。其实哆瑞咪发11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做圭多达赖佐的首富，为了统啊，对，圭多达赖佐，听起来像什么？呀，恭喜答错，前进200公分，准备，慢慢来。身体不能起来。太开心了，总是会先嘴唇。看前面。来，他挺好，来，他嘴碰嘴的，嘴碰3秒就好。他在做什么？他一定会懂得，懂得啊。来了，哇！
眼睛了，哦，张开了，哇，好像侏罗纪哦，我的妈呀！好了，刚刚是蜥蜴的，来杨子怡准备，不用了，好，我再跟他亲十秒，你要再跟他亲十秒，跟主人亲十秒，叫主人，干什么东西，走开。开心呢，口红主人开心的，好，我说是，他想闪什么意思？非常非常的精彩啊！今天是我们的加码题，对，难得呈现这样的内容，对不对？表现很精彩，意外的嘉宾，而且他真的很衰，连个三题都打出来，你刚刚被他的舌头回到吗？凉凉的，他有舔到，可见他的吻功很厉害。那蜥蜴吻到他之后就这样，陶醉闭眼，翻白眼，还翻了一下白眼，是看一下那蜥蜴是这样。而且录影前我看主人为什么给蜥蜴吃，你为什么？会鸟死。那我会假的，真的啦。好，精彩的单元，我们的这个 Kiss 向前冲。对，我们呢基本上往后的题目呢一样会暴露外向，而且一样呢会不断的提供这种呢特别具惊悚度的。哎，今天不错，有两组得到1万块奖金，具视觉震撼。对啊，哪两组啊？再次举手，恭喜两组。恭喜，一信跟灯辉，更精彩、更好看的综艺百分百。Oh yeah。